这八公公怎么回事啊？发情了，儿子把他赶走了。不用管了，你先下去吧。那你好生歇着，有事叫我啊。很疼吧？真下死手打，手也太黑了。干爹，万岁爷着急叫娘娘过去呢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别大惊小怪，没事也让你搅出事了。我自己去，去一会。